今天从车上下来的人，如果真是我，你会开枪吗？不知道。换作是我。 能不能让我们好好吃顿饭？还有，你们俩谁明天给我钱？我去把打碎的东西原样买回来。OK。东西都是你砸的，你叫我给钱。我是学生，我没钱。 说到你这个学生，港大那边你是不可能回去了。我已经想好怎么向大姐交代了。怎么交代？告诉大姐，你被港大开除了。啊？啊什么？你跟疯子走的时候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 今天从车上下来的人，如果真是我，你会开枪吗？不知道。换作是我，恐怕也无法回答。我要是抗命，枪毙。 能不能让我们好好吃顿饭？还有，你们俩谁明天给我钱？我去把打碎的东西原样买回来。OK。东西都是你砸的，你叫我给钱。我是学生，我没钱。 说到你这个学生，港大那边你是不可能回去了。我已经想好怎么向大姐交代了。怎么交代？告诉大姐，你被港大开除了。啊？啊什么？你跟疯子走的时候。<笑>